This is Taiwan's highest mountain, Yushan. Taiwan is a small island located in Eastern Pacific Ocean, and Taipei is our capital city, and it is also where I started my journey of realizing my dreams. Hello, my name is Xinxia Chang. I'm 21 years old, and I love reading, hiking, and cooking for my family. In our life and civilization, religion take up a very, very big part. That's why it's very easy to find temples with 100 years of history in our country. 干杯! Taiwan also has one of the best food in the world. We like to gather together with our friends to enjoy all kind of creative cuisine. Yay! If you're tired of the crowds or the hustle of the city, with any typ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we'll take you to the beautiful nature. But what really makes our country attractive is our people. We're humble, hospitable, and we're always friendly. This is the art craft I'm bringing for the charity auction. This is called Ru Yi. It's what emperor used in the palace as a symbol and lucky charm of fortune and luck. This is a vase made in Qing Dynasty, which is 100 years ago. It's painted with beautiful flowers and a romantic poem. The flower on the vase means fortune and luck in our Chinese culture. I'm so honored to represent my beautiful country, Taiwan, and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all of you in Indonesia. See you s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欢迎莅临全亚洲古董文物交流的艺术殿堂——玉山庄国际拍卖股份有限公司。玉山庄坐落于新北市新店区达观镇，俯瞰台北城，达观红建深。代表着古董文化收藏格局之恢宏，前身为八畝园，八方艺文，亩田深耕，广纳各界稀世珍品，并肩负着文化传承，也早为古董拍卖同业之翘楚。然而随着科技进步，时代演进，许多断垣残壁都已成了历史，许多华夏国宝也成了传说。诚如诗人余秋雨说，凭吊古迹是文人最大的功课，甚至可以让人脱胎换骨。八畝园创办人庄董如今精益求精，更是成立亚洲最大古董拍卖中心玉山庄。玉山为台湾第一高峰，台湾原住民周族称呼玉山为 Pengano Rakaso， 即是指石英山的意思。因冬季时山头积雪反光，状似石英玻璃般闪烁之故。而在清康熙年间编撰的《台湾府志中记述》，玉山在凤山县，山甚高，皆云雾罩于其上，时或天气光霁，遥望皆白石，因名为玉山。而玉山庄国际艺术拍卖股份有限公司正自我期许为台湾拍卖第一品牌，最高殿堂，有最尊贵的稀世珍宝，更有国际一流的拍卖与服务，绝对是古董收藏风雅者的首选。入宝山当然不能空手而回，欢迎各位贵宾身心灵均能获得释放，与我们一窥古董文物的唐奥之美。好，现场3000多位朋友，大家好。好。好，这个也感谢各家媒体莅临。我是秦伟，您是？我是李密，大家好。我是焦荣，各位玉山庄的好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个三个组合不错啊，你看哦，
有情有理，然后呢又有好交情。对对对，而且大家融合在一起交融嘛。是是是，首先问一下李密哦，李密，我知道好像你这个父亲是本身是知名的日本的这个资生堂的前董事嘛哈、哦，那你对于古董有涉猎吗？有，家父在生前呢有收集很多玉石，像是那个寿山石，他还蛮喜欢的。娇荣小姐本身也是国际拍卖官嘛哈，对，这个拍卖有什么诀窍没有？最重要的哈，就是要公开、公平、公正，每个人都有机会，但是个个没把握。哦，那你涉猎古董大概几年？就是拍卖的这个工作大概几年呢？我在做拍卖官大概有10年的时间。10年，而且据说好像跟董事长还握过手。哎，对对对对，哦，很多年之前哈，我到过这个玉山庄来过。有去过古董拍卖现场的人就知道，一般的古董拍卖可能就到饭店。五星级饭店啊，不都走一间较细间的厝，像这样灯光美、气氛佳，3000多坪，不论是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金光党、黑手党、手牌党、自动牌党，今天全部来了，因为来这边好运都无法挡。对，对不对？哎，而且还要来做善事嘞。哦，做什么善事呢？哎，我们今天拍卖所得要捐出去哦。哦，捐。跟大家报告一下哈，我们待会呢会进行这个古董拍卖。刚刚说的1元起标，你觉得很震撼？我们现在用眼睛望过去，有没有？那边有一个11面观音，价值60万，竟然也是1元起标，哎，掌声鼓励一下！哇！在这里啊，谢谢各位来宾，还有媒体的贵宾，好，谢谢你们。我很感激。很谢谢你们这百忙之中哦，来给我支持哈、哦，啊，我有做不到的地方哦，在这个地方请你们来原谅。那玉山庄哦，是从我家父到现在，就是经营了也几十年了。那本来呢，我叫八畝园，那我今天早上就跟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说，你为什么要改成玉山庄？因为之前我就是玉山庄。我要怀念我的父亲，我要怀念我父亲的以前的好朋友，所以还是用玉山庄这个名字。那这个拍卖公司是必然要走的路，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很少有买卖都是经过这个媒体的报道，然后经过拍卖，是必然要走的路。所以我们用这一次把固定的会场，因为一些的拍卖公司都是要寻找会场，我们不要，我们跟所有的拍卖公司来结合，我们来做云端的拍卖，我们来做比较先进的做法，跟这个国际的接轨。所以这一次呢，也要谢谢大家来鼓励我们玉山庄，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去干，好好的做。谢谢大家，欢迎各位嘉宾。播控来到玉山庄国际拍卖中心，我们拥有全台湾最丰富、最多元的馆藏，敬请细细欣赏，并踊跃参加本次的慈善首拍。明宪是因为纪念他的父亲啊，所以重新把玉山庄把它招牌打擦亮一下。然后这个今天有这么盛大的一个开幕典礼啊，邀请到很多我们艺术界啊收藏界的精英，还有很多好朋友贵宾呢、啊、来参与盛会。我也个人很高兴啊，能够在这样的场合来向大家一起啊分享这个喜悦啊。我对艺术品呢、啊、不算内行，但是呢很荣幸。结交了很多艺术界的朋友，有些是他们是创作，有些是收藏家，啊，然后对艺术、对文物啊，我也希望透过跟这些朋友在一起啊，啊，充实自己，提高一点品味。明宪呢、啊，对艺术非常的执着，啊，他两代殿下的基础。这个在我们艺术界啊，他的名字很响亮啊，
八畝园时代啊，有一个中国上很有名的收藏家叫徐展堂，啊，现在已经往生了，在香港。到台湾来，我就带他去看明先的美术馆。据他跟我讲啊，他看到的在中国民间美术馆的规模之大，收藏品之丰富，大概很少超越庄明先主持的美术馆。我们庄董事长他事必躬亲，高瞻远瞩，而且啊目标远大，更重要的一点，他非常有感恩的心呐、啊。所以他原本的八畝园的这一个招牌，为了想念他的父亲，所以啊把他的招牌又换过来为玉山庄。那么玉山庄可以说啊就像玉山那么的大，它能够在这一个拍卖的会场，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品啊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啊。那么我想这国际的拍卖中心的成立，可以说啊是一种文物交流。我感受到在于这个中心的成立啊，也能够让我们国内国外的所有的人士能够加深一层的认识我们中国的艺术。人是越老越不值钱啊，但是相反的、啊、古董呢是越老越值钱啊。今天感谢各位啊来这里参加这个拍卖会的首拍。玉山庄啊可以说在我们台湾啊古董界里面可以算说是一把抓，他的古董刚刚你讲只有4-5万件，其实他玩古董到现在超过20万件。20万件，掌声鼓励一下、而且是在国际哦，佳士得拍卖会场，尤其在欧洲的这个拍卖会场啊，是大家都看过庄明先3个字啊。所以我最近啊他都叫我师兄啊。是，我在这里待会要卖个关子，要做个小广告。玉山庄成立来啊，他的文物他的古董他的字画是他有几百年几千年，有明朝的啊，清朝那更不用说，而且有现代的，他很鼓励大陆一些画家。后面这几幅就是哎，那几幅还不算、还不算哦，真材在仓库那个才值得，这还是普通的、他是要用公分来算钱，用公分呢、油画庄明先他很厉害，他除了卖物交流，还提拔一些新的画家，是提拔，尤其像你这种主持人啊，他每次活动都为什么要找你？为什么？他跟你私交好，他想提拔你。哎啊，所以今天呢，这个恭弘盛会啊，这个来，参与之外，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这个开幕呢能够圆满成功，也祝福大家能够平安喜乐，祝福大家，谢谢。从一眼起拍，让大家做义卖、做功德，然后让我们台湾温馨社会更上层楼。它会是世界可以跟人家一争长短的拍卖会场。
而有些人喜欢买古董字画，不但可以珍藏，而且还能够作为投资工具。日前，一家国际拍卖中心举办开幕暨义卖活动，拍卖总价超过了1兆。其中呢，艺人秦伟也是收藏家之一。他说，要投资古文物，一定要透过合法的拍卖中心平台，才不会买到来路不明的东西。而现场最特别的是，拍卖中心还捐出文物义卖所得将近144万给弱势团体。弱势族群有一场古董的义卖，募集了超过100万元的善款，要全数的捐作公益。而搜集了许多古董的艺人秦伟当然也是现身在拍卖现场，同时他也建议了绝对要避免来路不明的古物，最好要选择合法的拍卖中心平台。而这一场文物义卖的所得募得了将近150万元，将会分别捐给老人院、爱思宝宝、关爱之家这些社福机构。国际的拍卖中心举办了义卖活动，现场的珍贵文物古董也吸引了不少收藏家前来，就连昔日的痛苦歌王孙琴都出现在会场，他是花了20万抢得头筹，其他的收藏家也都很踊跃，因为这场活动呢是为了安养院还有艾滋宝宝关爱之家，义卖所得都会捐赠给这些社福团体。